探索知识举手之劳，小东西我就放了你吧。春香失落了家传珠凤，沉浸园中无意境邂逅一位俊人少年，回得府内正日神思恍惚，无心察犯，日前秋华送来观音画像，说是身乃书童霍卿所画，奇的是此画中观音竟画得与我如丝相像，那书童又何曾见过我面呢？啊，难道霍卿就是
一马梦啊，此际步过花轩神寺目中，桃源有洞。晚风隐隐渗入迷空，徐徐微醉中，行近天宫啊。幸好守门妈妈正在合睡，我才能闪身而进，得上堂楼。哎呀，敲差数啊！小姐，府中新来小厮霍兴堂外求见。何事呀？适才陪伴天官老爷夫人前往韩府祝寿，韩夫人得知小姐牛脂微恙，即时命我采得并替莲花一篮送与小姐赏玩。既是长者所赐，何不由秋华送来？韩夫人有言嘱咐，说到此并替莲花不能易手，已经转手花即凋谢，故而请小姐亲自出堂接花。哦，果真如此啊！霍兄，你就把花送入厅堂来吧。是。哎呀，原来真是他。
脂肪花底藏，渔夫问津桃源洞啊，丝丝然有似雾，哄我这女声足啊啊，在爱空。父亲，我曾见过你所画的观音画像，你既有如斯才华，却为何卖身为奴呢？请看男女中细看啊！哎呀，因何在此篮中藏着老家？珍珠在此间，岂非误了前程？
姐。为归还真珠凤，改姓埋身进府中。眼谢你只为归还真珠凤，朝也思慕，也想受罪无穷。眼谢你只为归还真珠凤，别家乡为异客。高堂音讯不那通，眼谢你只为归还真珠凤，一回回归各外故似雕心卷，重重重被你有意失珠凤，我却一片情深向娇容啊。Thank you.
生洛阳，民必正。诸侯，想问大元乃洛阳才子，你竟敢冒他性命？小姐若然不信，可当面一试啊。我这对恋相思啊。小姐请出上联。吏部堂中一事不通，胡作哩。天香阁上二人可合何门天？竹本无心，皮外多生枝节。牛丝又翘，腹内满藏情丝。哎呀，好才遇今，岂是无名直指小书童？小生告退。妈，又再问大元公，府上亲人有几，能否告知侬？只有母子相依。只有母子二人。正是，小姐是金盘牡丹，天香转重，我也是兰芳独秀一清风。你命中江南，岂无淑女孩恋风？虽有意中人，但未有人中意。至今常叹只影孤鸿。此话当真？当真。还差缘以上，多留何用啊？告退。妈，未知珠这你唯愿今生长相共。哦，未知能否赐吾信物以至不忘呢？小姐，这钗我捧在手中，正此皆偶尔缘梦。Thank you.
居喜接俗，来春风送。如娇且别也，自娇我心中。妾寄情郎君，当以切关山阻隔两心痛。铭记盟言，双手信约，视之幽若磐石中。浪子情重，他朝纵醉月对花，心无他想，暂离风歌。浪心却自痛。